婚姻观规划要开4亿7000万，伫斗六市起头一批105户的社会主体哦，114年会当完工，只会当用税，未当卖，将对弱势民众哦税金卖较少，望讲会当来落实居住的正义。位在斗六市社口里五林溪畔这块空地，邻近有公园、各小学运动中心，周边的生活机能真完善。积极将规划4.7亿动工兴建，今年第一批的社会主体，总共105户，未来敢有做买卖，上紧4年后就会当完工。这个社会住宅不只是让我们社会这些比较弱势的青年哈，或是没有自有住宅的这些青年，他可以来这里承租了哈。那现在这个社会住宅目的是在提供只租不售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青年哈，能够减轻他们的压力哦。文广表示，各家大都中心未来将第一个年关，包括大拉市后尾顶，兴建3处，总共985户，直辖市的社会主体。完工后至少40%户数，会出租经济也是社会弱势者，部分的空间卖因应地方需求来做多功能的规划。第六是制造中心，其实我们是经过很严密的评估，因为附近刚刚市长也讲，附近有幼儿园嘛，所以制造的部分比较缺，所以我们用制造来照顾那个老人家。那制造中心以外旁边的部分就是那个它有一个我们这个社区的集会空间。里长，你如果要用的时候，有机会空间，其实你可以给他借用。国家大都中心表示，因为各县市中心，若要取得土地真无简单，即个规划社会主体只有做买卖，就是要照顾弱势和弱势居住正义，租金卖比行情较低，至社区加出来车位，卖当提供邻近的民众来租用，会政府也是济需求，去将有宁波的。